我叫田园，来自安徽，我性格比较乐天派，偶尔吧会小文艺一下，也许是因为我长得太秀气了吧，朋友们都觉得我不够爷们儿。我特别热爱表演，热爱喜剧。快拿我的巧克力来，让我上场前兴奋一下吧。中国好声音的时候，汪峰老师总会对学员这样说道：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会在心里想，都来到这个舞台上了，我的梦想当然是想当个歌手了。但同时我又想起小时候我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梦想。小时候爸爸总带我去看邵氏的武侠片，每当危急时刻，女主角总会对男主角这样说道：哥哥，救救我吧。男主角挺身而出，和坏人展开一场激烈的搏斗。就在坏人准备一掌劈死男主角的时候，女主角勇敢地帮男主角挡住了这一掌，然后他总会这样死，这样死，和这样死。所以小的时候我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吐血，一直藏在书包里被一块雪白的丝帕，幻想着有一天打开一看，上面是嫣红的鲜血。此时最右边的小伙伴应该冲上来说：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要顺势把手帕往背后一收，说着我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手帕一伸过地，小伙伴尖叫道：啊，你吐血了。虽然至今我都没有完成我吐血的梦想，但是今天完成了我吐槽的梦想，谢谢，谢谢。